好，被开了。这舞蹈是一起排的，我们一起排的，对。然后姐，你看，姐姐真的觉得太棒了，所以他们的成功真的不是白费。那偷拍那一段为什么会用周董的歌呢？就是那一首歌的效果，就是那效果，效果。对，我觉得好像放在那边刚好是。你们六个人到底替我讲讲话，对不对？这么好的女孩子怎么会放弃掉呢？对啊，王子王子，对啊，这么靠谱，靠不来这里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姐姐那么好，对啊。啊，真的，看到姐姐都想飞蛾扑火，对，飞蛾扑火，飞蛾扑火，对呀，真是的，这表演很好了，哈，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我也想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了，真的，下次有桂林奈来，哎呦，这个竞争就可怕。来的最长的电影给他唱一下，好不好？今天还真的很有拼，好好加油，来，加油 ，Go， 桂林奈魏绵成带来的最强的电音。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今天自己的表现满意吗？对我来说，歌词比较难。歌词，你看，所以一直它的难度有多少关卡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喜欢这首歌。很好，非常好。谢谢。来，老师听你们说，他是第一次我碰到唱周杰伦的歌，但不像周杰伦的。对，对，因为他对不对？对，漂亮，来，就金米饭。但是位置不一样，不能这样做。达成共识了。对，因为大家都会模仿的燕莎的比斯特过树关你们的妈妈，他都三段，他会变成那个味道，完全不像，而且不但不像，还创造自己的一个风格。我甚至觉得他唱这首歌已经唱的有点像，这首歌像是那个 Kilolo 写的。Kilolo